野兽。哇塞！来，我们来玩这个乘法表啊，九一九九二十八九三二十七九四。果然是大尖山的灵珠啊！哎呀，那我们还是去问一下老板好不好？就是老板求证一下。好，灵珠到底是怎么灌注的？哎，赶快来问问主人好了。是魔幻棒棒糖。我要询问你一些问题。对，像就是听说啊，你就是有一个灵珠，然后会算数。然后还会自己开水龙头，还会开门出去。对，请问一下，老板是从哪时候发现他会这些灵巧的才艺的？发现就是刚刚看他开水灌水啊，然后就你们这个灵机一动啊，说不能训练他，他们能不能说被算数了？哎呀，猪也可以用训练。对，猪本来就是很大。猪也能训练成会算数，哎，用说的可是没有人会相信的，还是眼见为凭。请主人赶快带咱们去看看一头会算数的猪，哎呀，到底怎么算的？奇怪了。二乘三呢？二乘三我这样，我走中国了。二三四五六。太夸张！一题不准，再来一题。四乘二乘二，好。我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太可爱。觉得我这样，还在想吗？四乘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这个数学比毛弟还好哎，好厉害！我跟他敬很近，太厉害了，数学比你好的好，你不觉得很夸张吗？对，很夸张。我觉得我们家养那个大拉不如养这只比较好。啊，那我们就请老板示范，就是他会自己开关他自己的家门哦。来，锁门来。停了。来来来，给老王！哎呦！啊！姐，不要推我！真是太吓人了，除了会算数之外，竟然还会自己开关门。只能说这头猪没有跑不见，完全就是因为这有灵性啊！不过听说那头猪还有另外一个癖好，那是什么呢？喂他鱼了，喂他喝贵吗？喂他喝哇！哎呦，还是他搞不好只喝水。我问了他会喝吗？他喝完了。先喝酒，来喝酒来。哎，给他吃了，你个骚！来吧，等一下会不会宿醉啊？哦。不会的，他觉得好喝，天哪，他觉得好喝。哎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他会抽烟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大哥就讲过，他顶多吃槟榔而已。对，下次给他小心一下，抽烟对身体不好。对，喝点小小酒，可以去软。哇塞，没想到会算数之外，他的癖好竟然是喜欢来一杯啊！果然是性情中人，不是性情中猪哦。好了，再次呢，咱们小截图的任务，远赴中立，他找到了飞熊国还有铁布衫的妇人，新人表演来。